两台机即时被抓，这很正常的操作，但我搞不懂那个调香为什么没有倒啊，我的妈耶，本来赢的局现在又变得有点悬了呀。大家好，我是芒果。正如大家所见，祭司被挂到地下室，调香师倒在地下室上方。很多人看到这样的局势，估计都要绝望了。那这两个还有救吗？哎，有，当然是有的啊，但是要找准时机才能救。这时候我们可以分析一波，祭司上挂了，调香师倒在不远的地方，监管没有耳鸣，那他肯定会顺手把调香也挂到地下室。这时候就是我们行动的时机了，就是现在，冲啊！顺利救下祭司，本来以为监管会打气球刀，但没想到他把调香挣扎下来，早早把调香挂到椅子上。祭司趁机逃了上去，找准时机把调香也救下了。但我还不能走，不帮调香挡刀，他是没办法离开地下室的。漂亮，现在可以走了。只要离开地下室，那这把还有机会。好吧，调香又被抓了，找祭司摸一下，准备再去救人吧。阿西巴，他宁愿传动给舞女，也不愿意跟我互摸。哎，算了，猛男是不需要满血救人的，给我冲！直接硬砍一刀救人，就是这么头铁。妹子，你快走，我来保护你。放心，有我在，他不可能抓到你的。对吧？我就说了嘛，这祭司来的倒是快啊，刚才还嫌弃我呢，但是这是秒救的节奏啊！哎，不管了，哇，溜了溜了！没想到吧？我自己都没想到啊，弹个护腕还能弹成这个鬼样，但是问题不大啊，即使操作再下饭，只要结果没被抓，那就不是下饭，是秀，优秀的秀。哎呀，刚摸满血表妹的舞女就被抓了，我说你钻大洞就钻大洞吧，咋还能钻出个震慑来呀？哎呀，你这也是秀啊，不过是生锈的秀。算了，还是让表哥来摸摸你吧。监管者过来了，啊，算了，我先溜了。就是这么塑料啊，这节课也是，别的不抓，跑来抓个新屁股，这不明摆着给我们机会吗？他好像不守时，这什么情况？原来被祭司勾引走了，那我的机会来了，冲啊！不好，有眼，看来这节课还是留了一手啊，那就没办法了。我先打个误认，我再挡一刀，怎么说？这次不会说我坑表妹了吧？好吧，我尽力了啊，但是问题不大，调香居然快压好机了，祭司已经准备救人了，只要不吃误认啊，应该没啥问题的啊，放心啊，这次肯定不是乌鸦嘴啊。看吧，他做到了，舞女倒地开机，呜呼，我又站起来了，开门去喽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还以为表妹会祭天呢，没想到被他挺了过来，最后只剩一个祭司了，好紧张啊，他会不会祭天呢？快点啦，快点啦，呜呼，漂亮。